三十。行吧。一个猪一个的，是一个猪。没有花。看一下。没有花。多好。没有没有花。没有。你看吧。得拉开，不拉开哪有花？有啊，到这儿。有吗？有五花吗？有花。没有花。拉开，你弄的不一点也不差不了。不是，那就拿开再说吧。拿开再说吧。买吧，买就买。卖完了他也得往上拿呀，你拉开瞧瞧。五花十七，前后中间十六，就这样，就这样了吧。嗯，是的。我问你，没有这个，不是人看一下，就这个拿着。大家来啊！中国银行664元。看看，一百吧，要不我看看。你来我看看，挤来我看看，你起来我看看。这花，哪有啊？这瘦的、肥的、瘦的、肥的还不行。就那点儿，上面都没有了。谁？你上谁们家买猪去？找着他也要不点花。那，但是他那跟肥膘似的。你上谁们家买肉去啊？他也不可能在哪儿。啊，要那边多少钱的斤猪肉？五花十七，那你就拿一半，拿一半吧，拿一半，拿那边，对啊，要这边，对，对对，看那个，原来他不在这市场是吧？啊，原来他不在这市场。我原来也在这市场。原来他在刘河。刘河。我还说我看半天，我说不是这市场。这话。哎，你这是哪的猪啊？我们那边的猪，这不是就不是黑猪了吗？这是黄吗？来来，你看啥？不用跑来了，也不好卖了。要不要肘子没有了吧？肘子，肘子，前肘，啊，间隙，前肘多少钱？哪块大鸡啊？啊，15，15啊。那你这能给烧吗？能给烧吗？172，分量可够了啊！现在七十二，走吧，我得两样，人都给烧了，2块钱。给烧不给烧还行啊！你给我烧了，烧黑了，去那味儿。要前肘？前肘。猪蹄儿咋卖的？猪蹄25，不便宜。没有肘子了是吧？肘子呢？没有啊，最后一个他要了。就一个呀，就一个呀，就一个前肘。肘子多少钱？飞机多少？172元。听见了？啊，他卖15啊，好像。十五。你要吃哪一个？就一个了，完了。
这是个黄毛驴。就这一个前爪吗？就这一个前爪了。你还真赶上了。对，早来会儿我还没提这片肉呢，晚来会儿没就卖了。刚才说回去吃，我让你把面条拿着，你接电话。85。我就跟你说一声，你把面条先拿着，看见没？180。这块这肉是哪儿啊？这是。后头见。没事啊。过来。好，过来。切。哎，多少？切个3-4斤就行。这点行吗？行。不少啊，这个。恭喜收款167元。这不有肠吗？啊，大肠留下你自个儿洗去啊。你自个儿洗。啊。这点可不好洗的。76。能洗不洗还行。哎，我回去自个儿洗吧。对你得，我就好歹的洗了洗。多少钱啊，肥肠？22。多少？22。对，那保干啊，不是说有。恭喜收款76元。过去了啊。好嘞。啊，要吗？那大肠是吧？放上钱。85。我其实我还想买皮儿呢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皮儿？啊，不是他们家肉，就是老看你肉，没吃过他们家肉，实在的。没吃过。没吃过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市场。我吃肉的这就是在下边压的，这一压就出一个啥？对啊，这个就得。嗯，就看。就是爱吃爱吃，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来一根，来一根，把这根拿上。哎，哎呦，这根不好。没事，这我一会给你削了。这一共多少钱？8块。你这虚伪的。这大张事儿。你看这样，我根本没有理儿。我给你烤，然后劈点瓣。哎，烤劈点瓣。107。这买大猪的吗？你带口罩了吗？带着呢。8块。20斤都打不住吧？20得22、23。腰下子试试。20斤20斤半。那多少钱？这个微信收款107元。妈妈，160块钱。前后都有。家里边还有。好的。你老家这边。这个每个是三个，对。大姐。5块17。哪的呀？你要钱的好吧？当然钱的好了。我打车哪儿都是好的卖，没有前庭。凡是有前庭有后庭，他要是说刚才已经卖了2分了，没有前庭了。好呀，我们陈家还是真的有点有把力气。先给你把这钱扫了，85是吧？对啊，开股20。这黄毛，这什么？黄毛猪。不
会儿跟着黑车。就跟昨天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微信。我没有你微信。我昨天发朋友圈的是一个，也是他的那个。你有他的吗？没了，猫着我这么摸着是没有了。这猪头怎么卖的？8块。8块1斤。对。有耳朵有舌头。22，就那点了，125。